来重击物。啊，老张，这条鱼挺能打的。这条鱼是吧？嗯，没事，我有抄网，哦不，我有控鱼器。我操，你看这个药性。我看一下，上大货啊！我在这里。啊，对。我靠，出现出现出现！轮子冒烟了，然后要浇点水。哎，赶紧浇点水！我操！哎呦呦呦，冒烟了！快快快！来准备点水啊，待会再浇一下。哎呦呦呦呦，不冒烟了。我心里我不干净了。不紧不紧，就像这样，他也拉不动。你等他到面前，我把那饵给他摘掉就行。我这个鱼估计不止十斤。那十斤肯定不是这个力量。除非是打在尾巴上面的。打尾巴也不止十斤，我告诉你，这条鱼大了。会不会是赶鱼啊，老大？嗯，会不会是赶鱼？中了一个。鲤鱼啊，大鲤鱼，哎，大鲤鱼啊，对啊，这样子才漂亮。我们看一下，给它放啊，叫2021，咱们大吉大鲤啊，来，我们给它放流。看一下，来，这个是一个潜水艇，哇哇，好大，哎，哇哇，不能，它这样子容易挂掉，太累了。让它缓一下 ，OK， 好了吗？准备好，给它摆动摆动。这因为这是一条母鱼，刚刚以为是公的，然后发现是条母的。来 ，OK， 拜拜，下次来的时候带一条大杆鱼过来就行了，好吧？走了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OK， 2021，大吉，大利。